如果我妈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你妈妈其实很关心你啊。表面上说爱你，就是每天回家身体有多少淤青，她都不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吃药？你叫她吃吃看呢？站住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这样陪你玩呢？为什么要对不起？如果我妈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我想知道你每天在家要做什么。我们都在讨论你的功课。她今天又怎么了？她只是想跟大家一起玩。相见而吻出来，你们两个都会释放压力哦。她哪来的压力？在一起久了，至少要变听话一点。你没吃药，乖，把药喝了。你在乎的到底是谁？你到底了不了解他？你妈妈其实很关心你啊。表面上说爱你。回家身体有多少淤青，他都不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吃药？你叫他吃吃看呢？站住！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为什么全世界都要这样陪你玩呢？对不起。为什么对不起？